在诅咒的阴影中长大。多年前，我父亲是率先喝下恶魔之血的兽人，腐化了整个部落。他们离开去打仗，只留下我们这些老弱妇孺。直到我长大之后，我才得知他救赎的真相。卡尔洛斯，对上吉雅。卡尔洛斯，我有重大的消息要告诉你。我不想听。不要逼我用强硬的手段来说服你哦。为了荣耀。你的消息通通都是过去的事情，不喜欢。我们的过去还有祖灵，他们无所不在。你这么健壮年轻，却这么敏感。我不想听我父亲的事情，还有他那些可怕的罪过。我知道我的血脉是污秽的，我只会伤害自己的同胞。不要那样想，你有你自己的选择。荣耀！被小班长拉住，敢按单子之间。为了荣耀。在树为了荣耀，为了荣耀。闪电，闪电！我的族人在树。
孙子要说什么？卡尔洛斯，地狱后之子，你父亲生前死后都是我们最伟大的英雄，他杀死恶魔马诺洛斯，解除了诅咒，拯救大家。我总算卸下了这个沉重的负担，谢谢你，索尔。索尔邀请我前往艾泽拉斯，担任他的参谋。我已经准备好跟随父亲伟大的脚步，但并不是每个索尔的亲信都同意。卡尔洛斯，对上雷加。小鬼，为什么你每次都要贬低我的话？我不是小鬼，你的妥协和屈服会害部落变弱。愚蠢的马格哈。我守护着部落。我再也无法容忍你这种态度。哼，我才受不了你的懦弱。我已经训练好几天了。大地吞噬我的敌人。索尔根本不该让你当他的参谋，大家都知道你有勇无谋。那只是懦夫在嫉妒而已。哈，简单。向前冲啊！常常撼动大地的威力。应该要回到过去的样子，勇敢而且强大。你会把我们带向毫无意义的战争。准备上路，尝尝我的刀剑。为了战歌，哈，简单。
校是我在管的。看好这招，为了荣耀。哎呀，要哭了吗？前最好先想清楚，你的傲慢总有一天会害了你。哎呀，要哭了吗？当天谴军团进攻时，我终于有机会向大家证明我的谋略和实力。索尔派我前往北列境，率领部落远征军消灭敌人。卡尔洛斯，对上扎尔杰特。我要谢谢你送这些战士来壮大我们的部队。我会把你们从这个世界彻底消灭。要是需要更多的战力，我可以动员苦工。为了奶油，我们当然渴求鲜血。部落不会再容忍你们的攻击了。啊，你只是送人来加入我们。有虫族的历史会和岩石、寒冰还有骨寒一样长长久久。你们马上就会成为历史。你绝对没见识过天谴军团这样强大的敌人。
干活，苦攻前进。铁脚，要干活，向敌人冲锋。我试试看。我不畏惧死亡。我的刀刃可穷鲜血。要什么？重翻弓！冲啊！重翻弓！我试试看。我不畏惧死亡。加入我们。远征军的情况如何，卡尔洛斯？我们制服了天谴军团的部队，在北列境夺下了立足点。表现得很好，朋友，你再次让我刮目相看。我回到奥格玛，受到英雄式的欢迎。但是没过多久，我们就遭到失控元素的攻击。我准备好迎战，再一次证明我的勇气十足。卡尔洛斯，对上灼热的火元素。城里出现了许多元素裂隙，我得赶紧关闭他们。索尔已经撤离了无法战斗的平民，他们应该没事了。消灭这些元素，把他们赶出去。要干活了吗？试试看。是怎么回事？有东西惊动了全艾泽拉斯的领地，但我不晓得是什么。
要干活了吗？好干！好干！我试试看。众灵在骚动，要干活了吗？我试试看。你守住了这座城市，现在我必须离开去调查这场动乱的源头。在我离开的期间，我任命你领导部落。我不会让你失望的，大酋长。索尔手下的参谋都承诺了要支持我，但是大酋长才一离开，他们就立刻跟我翻脸，尤其是凯恩谢提，竟然大胆到向我提出荣誉决斗，要跟我争夺部落的领导权。卡尔洛斯，对上凯恩，你这头老牛是来跟我战斗的吗？大地之母啊，指引我的武器。尊重我们的船。不错嘛，看来你只是脑袋不灵光而已。你其实没有自己想的那么聪明，伊什内普拉。君子保佑你。我不是为了自己，我是为了部落的未来而战。哈！要干活了吗？吵！Thank you.
之母，正看顾。我一生恪守荣耀之道，你应该信任我的建议。我看你是懦弱才对吧？我才不要相信你的鬼话！恐怖屠城会绝迹！试试看。强大的凯恩血蹄落败了，要挑战我以前最好先想清楚。只不过是不是有点太轻松了？马加萨在荣誉决斗中擅自帮了我，玷污了我的荣誉，于是牛头人将他驱逐出境。只要团结起来，我知道部落必定能成就伟大的事业。而我们的第一步是守护家园，我们要消灭塞拉摩的联盟部队。对上真娜，我们双方和平相处了那么多年，那是我们和大酋长的协议。大酋长换人了。我不会先动手挑衅的。那你就承担后果吧。完工了。攻击城门。让你知道谁才是老大！总要有人带头先出。难道我们连一点协商的空间都没有吗？除非你立刻无条件投降。你这么做就再也回不去了。你的和平只是可笑的谎言。要冰的、热的，还是紫紫亮亮的？教诲既来。骚动，我爱飞翔。
没有人能逃过众星之怒。无法理解的力量。部落一定要付出代价。联盟急着要报仇，但只要我们维持军事上的优势，他们就无法得逞。为了确保这点，我下令在潘达利亚寻找一个叫做圣钟的神器，但是敌人很快就出手干预。卡尔洛斯，对上安杜因。有了圣钟，我就可以让部落士兵无懈可击。住手，卡尔洛斯！你不知道圣钟的威力。竟然不是瓦里安，而是他的小鬼。勇敢的受死吧，小子！新的乐音诞生了。冰狗受咗伤啊！仇恨，你的恐惧。这个旋律会治疗大家。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，我发誓。人类，阻止我呀！我有同你驾车。只有弱者才会疑惑。奏出和谐的乐音，
了国王。蒙古创造圣钟是为了制造混乱，但熊猫人也做出一把特殊的圣锤来反制它。那把圣锤数千年来都不见天日，直到现在。抗拒杀，控制它，利用它。我最喜欢认真读书。部落，前往北猎迹。巨魔驾到，巨魔的前身。小鬼，你们联盟一定是走投无路了，才会派小孩出来对抗我。后来我煞费苦心找到另一个更厉害的神器，亚沙拉巨之心，但是部落内的叛徒却畏惧我的力量，应该要效忠我的战士们，转而投靠索尔，央求他回来。卡尔洛斯，对上索尔。卡尔洛斯，现在还不迟。放下大酋长的权力，我们可以就此结束。你遗弃了我们的人民，现在你又背叛了我。风、土、水的元素之灵啊，倾听我的呼唤，前来协助我。我的黑暗萨满已经扭曲了元素，他们听不到你了。吵架！天地攻击！
好吗？愤怒、仇恨、恐惧，这些都是战争的武器，大酋长的工具。是的，我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未来由部落所统治，我的部落。你没资格。神在呼唤你，我必须改正之前犯下的错误。为了末日锤，
的狂怒是我的力量。狂怒！酋长就这样昏迷瘫倒在地上，索尔的冒险者伙伴以人数优势一拥而上，俘虏了我。但是我向所有人展现了在战场上追寻荣耀的意义，成为兽人战士的意义，还有身为地狱吼的意义。